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本席鉴于国内青年平均薪资低落，失业率居高不下，青年人购物面对沉重贷款压力，行政院又于日前片面宣布停办青年安心成家方案，购物贷款，降低青年购物意愿。行政院长江宜桦于被询时公开承诺，将对建商进行道德劝说，将现有机场捷运 A7 合一住宅分配一定比例承租弱势青年。本席建请行政院相关单位应针对未来社会住宅及合一住宅在新建商在新建与厂商签合定同合约的同时，具体纳入条件，以市价的二分之一价格租赁给弱势青年，以达到青年居住正义之目标，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